那他现在有没有房卡我不知道了。这个人是在你这儿住吗？看人这个没法确定这个。我们这个可能认不了这么全啊。是这个人是吗？这男的过来以后，这是你们那服务员吧？对，是我们那个。他说这怎么这？他也没说什么，他说你这家酒店不要这样，很温柔，我根本阻止不了他。那他想把我往电梯间里面拖的。